这是一颗玛瑙白水晶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，你看它的生长纹 ，OK， 非常有仪式的那个生长，它结晶是这样 ，OK， 像一个椰子树这样的一个这样把它伸展，然后上面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一个晶体，水晶晶体。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些结晶体。然后呢它这一颗呢，你看它特别之处呢，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几何形的那些洞口。这些都是这一颗的一些特别之处。好像在内探这些什么似的。然后呢这是它的背部，那背部的更多的那个所谓的几何式的洞口。这个就是这一颗的一些它的比较特别的这个玛瑙白水晶。